都给你掉了啊。OK， 他都麻了，现在进来。我看你讲没丢丢。我们这边有16张卡，然后上面都有数字。哦，等一下会把它翻面，然后洗一洗，然后每个人就抽，照顺序抽先哦。加油！这个牌子等一下那个这边会有束带，然后袋子等一下装在那个袋子里面，然后束在那个冰箱把手。五个，11，准到。然后红红，对啊，被你抽完。5号。好，那个飞利，像迷彩啊，至尊，哎，哇，金价飙台啦，至尊，至尊，金价飙台。在吧，第一支很重要啊，小支的也是全船第一支啊，没有嘞，没有，我看到。他是曾经的冠军呢，虎哥啊，他第三年还是第四年他是冠军啊。哎，高调啊，高调不隆啊，高段了，断木线了，这是真的。来哦，旁边稍微让一下哦。然后我先出，你去那边拍。我的，你五哥的线在这。OK 哦。还不太上来。
高大高大高可以七号而已耶可以了可以你都可以有了有了来来你给啊好了我拍个照再一个来哇高频啊睡那个凳的感觉很像你不然就是小红嘉龙这一只有可能要破他的记录了小心穿底哦小心莫穿底哦嘉龙把他控出来把他控出来等到了等一下慢慢慢慢给他那个躲起来给他扶你让他来我们都收了放心放心加油加油你要抬干一下抬干一下不要一直用卷的对对稍微把它拉一下拉一下对对对这样才可以还准备好点心要不然你会一直被他往拉一下拉一下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哎蛮大的哦蛮大的哦蛮大的他感觉吓死我蛮大的可以有有有有有不要那么高不要放心一点放心放心一点你都要修循环啊放线你们他从下面过去了哎呦我们伯格来了哦等等等等我是来了我是来了我是来了伯格慢点哦安静好哎呦拍谁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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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过道先先过道小心他很很忙妈的跑去哪了我操我到地球跑跑一圈了都给你掉了啊啊赢了赢了要关了要关了好今天是我们的那个斗神杯斗神杯春季赛 哦来了现在这个也是有一面的不会这个很小很小怎样几斤啊几斤啊大概六七斤吧要加油现在有三我送鱼就好了现在有三只摄影机哦早上的大的都没上来我是录影而已我没有直播志龙哥他有直播好船长在直播哎，我在直播我只有开录影刚刚很闷啊现在还你一个公道啊对啊左边重右边重左右边重就是我不重加油加油你是有跟他花到哟对有有有所以我走到他旁边啊让他起来啊不然我跑你跟他一起做你没干了我要跟他一起收啊黑叔不然的话叔叔最后他会那个啊我不是我没我的事聊干聊干你走了好了好 了, 了来看一下你大高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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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哦，这十斤哦。哎，阿姐阿姐，十斤哦。差不多有十斤哦。啊，来来，阿发表一下感想。很累很累。哇，大只的这只大只。有有有。OK。好。有人用钓鱼啊，后边有人用钓啊。这是录录起来自己记录的，还没动鱼哦。原来有第二个啦。夹子打，哦哦，秀木，夹子打，太阳，对啊，高点要，到了，要，小心，小心，差不多五六斤，差不多，谢谢，来吧，我拍个照好吗？刹车我有出，我已经调好了。这里都大的了。你要注意一下。哎，你把你捏住我呢。慢慢收，慢慢收，慢慢抬，慢慢收脚。慢慢抬，慢慢收脚。慢慢抬，不要急，这个大的。来哦，送你哦。不要抬那么高，不要抬那么高。
大哦。我那个三号线的刹车其实我调蛮紧的，是啊，对，那一个卷烟器是我的，它刹车应该没有调过，所以它的刹车我调得很刚刚好。啊，因为它刚刚它刚掉队，掉到没线的啊，我就说没办法，就拿我的卷烟器去用啊。那这次要切一半。快到了，快到了，应该差不多剩二三十米左右而已。我看那线的颜色应该剩二三十米。要破纪录了吗？应该要破纪录了，应该破纪录了哈，应该要破人生最大的纪录了，应该。哦，好，我再。这边很容易就十几二十的。这边要嘛就大的。也是我看过最夸张的，我以为大的然后可以来细筋。原来是我兄弟做的。快到了，快到了。加油！快点！好丢啊！加油，加油！哇哇哇哇哇哇！看到了，看到了，白白的，红红的。顺顺来，顺顺来就好，顺顺来就好。等一下讲一下的得奖金。突破啊，突破啊！哇！红杆突泡泡了。哇！可以了。十啊！十有，差不多十。他都到线了，对，他没有打。哦哦哦哦，气派啊，气派啊！酒精室啦，酒精室。我要补啊。他两只大只的。有啥？哦，1213。我要测。1215。好。快点，走。两只。16啊。我跟你说那个18嘞，那也不用担心管理的。哇，这只红的有可能会平哦，两个有可能会平哦。你会不会又输？两个会不会差几两啊？就是那个放血的，那个没放血。哎呦，他也16哎。第一名 OK。看这边。好，看这边来，1、2、3。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可以收到及时上片通知。您的支持与鼓励是我持续制作影片的动力。大家拜拜。